第一季夜夜秀的时候是蛮想要有个中立的色彩，那所以当有人说我蓝，说我绿，说我白的时候，那我就达成这个目标了。对，那现在就是如果再说我政治的话，我是觉得因为你蛮无聊的。Hello， 中天新闻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喜剧小卷毛贺龙。之前好像经历了一些风波，对，现在状况如何？心情还好吗？好多了，但还是多少有点余悸犹存。因为那时候做完夜夜秀节目的时候，大概快过年，所以那时候我有安排一些让自己尽量不要在台北，就跑去外地玩。身边所有人到现在为止都跟我说，这一波不管被骂的程度比率多高，都是好事。但我不这么认为啊，所以我宁愿都是好的评价，然后不要这么多的版面，我也不要像现在这样。话律师过世，你自己那时候也有出来道歉。首先那篇文不是道歉啊，对，那篇文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很遗憾。有人说我那篇文的诚意不够，但有一半人说我不应该发那篇文，好像来蹭。我就想说，我就把我想讲的讲出来，然后我不做过多的什么辞藻渲染这样子。我觉得我已经做了我认为最好的做法了。那当然，下面很多人骂，那就这样吧。并且有损失很重的金钱上的那种损失，金钱并不是演上，是做夜秀就损失金钱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是赚钱的决定。觉得这一次把自己打成哇，打分数好难哦。不过原本我想说就是让夜秀这个 IP 可以往我这边靠，就是让大家忘记伯恩。我觉得这件事好像有做到，对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好像都有做到，所以是满意的吧。女友那时候成为你的支柱吗？我觉得她成为我的支柱的点就是她几乎不吵我，这点让我觉得她是支柱。她懂我，就是会不吵我，就让我好好做我的秀。其实没有延上，我也希望她不吵我。所以那4个月你们就几乎不会约会。对，而且我们会跟各自的就是另外一半家人先做道别。我会跟他讲说，你可以传讯息给我，但我几乎都已读哦，我就回回。好听就是信任，信任是无心。非常荣幸能在中广开一个广播节目。你觉得从那时候到现在，自己有调整到说哦可以接了这样，还是其实要接的时候心里是会怕怕的？没有哎，一点都没有。就是坦白讲，我也不知道要怕什么，就还是做一样的事情。就会有人想说，会不会你比较偏蓝或偏绿？确实，那时候公布节目的时候，就很多这样子的留言，然后我觉得蛮傻眼的。我当时以为大众不会这么盲目，因为我在流行网，我不是在新闻网，它刚好完全没有政治人物，所以都是娱乐歌手啊、演员之类的，被贴上政治的标签。那我看中广流行网的官网有30几个 DJ。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国民党？所以这一波就有人讲，我就一概不回应，也不理他们。节目开始播之后，他们就会知道，这个话题一点政治都没有。